赛德莫，你这个墙头草，我操！阿里木哥，你到底帮谁呀？赛德莫，你怎么像个骚气的母鸡啊？哪个公鸡厉害就跟哪个跑。哎，克里木哥，我发个朋友圈。赛德莫，我妈为了不让我们见面，非要把我送到县城姨妈家去。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不好意思啊，大姐，慢点，不好意思，真对不起啊。是的，你不是我的错，什么东西踩刹车？哎，我说你要干什么呀？你怎么开的车啊？你干嘛在这儿？赛里木，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古立新，你不能走，你怎么那么快？别让我妈妈看见你了，古立新。哎呀，这孩子。古立新，古立新，你别走。赛里木，我求求你，你快走吧。古立新，我会凭自己的能力让你幸福的。上车，上车。古立新，古立新。克里伯哥，咋了？咱那棋输了？谁能看得出？咱不合这肉头，一般见识。就那，拿着，咱们走。克里莫，克里莫，男人嘛，说话要算数。你应该把你的落汤鸡留下，我要把你的宝贝儿做成大盘鸡。最好连鸡带毛一起吃，你的秃头就长毛了。你等着，我会养一只厉害的斗鸡，在农运会上把你给赢了。喂，谁啊？哦，哎，你好，你好，你好，是我，是我，是我。啊？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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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放心，没问题，没问题。啊，好的，好的，一定的，一定的，您放心吧。知道是谁给我打的电话？城里的一个大老板，咱们挣大钱的机会终于来了，真的太好了。吓我一跳，亲爱的，嗯，你都盯着那路口看了一下午了，在等哪个娘们呢？哎呀，什么等什么娘们儿，说那么难听，就赶紧给我收拾行李去。去哪儿啊？哎呀，问那么多干什么呀？你过来。嗯，我的心肝儿，快点啊，我要出差了。老是出差，出差，真出了差，看我怎么修理你。哎，有咋了？第三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暨中国亚欧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亚欧国家地域相邻，贸易相通，麻烦您坐在这边好吗？相邻，我坐这儿。许多国家发展任务紧迫，扩大开放合作是发展繁荣的必由。赛里莫，怎么了你？优化地区安全。哎，嗯，像个霜打的茄子似的。啊，古立新的妈妈不同意我跟他好，咱找个有钱有背景的，可我只有背影。我说你就别难过了，咱们这次去城里把钱挣上了，你还愁啥呢？啊，说的太对了。你从哪蹦出来的？你去哪儿？我去城里办点事儿。你们呢？我们要去城里走亲戚。要不说咱们三个最有缘了。我也是进城走亲戚。这么巧啊。我说阿里木啊，你不会想要告诉我们说你进城去看的那个亲戚和我们要去看的是同一个亲戚吧？
你就瞎编吧你。嗯。张伯伯。哎，小穆萨啊，张伯伯，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呀？有件事儿，一直压在我心里60年了。我知道这件事，我爸爸生前也告诉过我，只要有一点线索，我会告诉您的。嗯，这瓜可真甜。阿里莫，赶紧掏钱。我钱去哪儿了呀？刚才在兜里。老板，来，正好。阿林木啊，刚才那个瓜钱你为什么不付啊？那你为什么不付呀？我说阿林木，我和赛林木是可怜你才让你来喝我们这碗肉汤的。赛林木还要存钱娶媳妇呢。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都我挣钱也不容易啊。废话，我们的钱是抢来的吗？现在起我们是个小集体，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领导。这样吧，以后我就多操一点心，有什么事情你们都要听我的。等等，不行，不能什么事都听你的呀。咱们这样好不好？就像以往选村干部一样啊，咱们三个进行一次民主的选举怎么样啊？赛林木啊，我要当这个领导，你没意见吧？没有，我同意你当领导。你看，2-1，行了吧？好像是这儿，就这儿。我记得，张伯伯，你等我一下啊！来了，克里木，穆大哥，来了，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高兴啊！穆大哥，你的身体怎么样啊？很好。介绍一下，穆萨哥，他是我的铁哥们。你好，哥，你给我留的那些活呢？对，跟我来，走。来，穆萨哥呀，这次真是太感谢您了，您给我们这个活啊，别提有多及时了。嗨，就这儿，把这儿的钢筋啊都清理出来，就是时间有点紧，明天一早必须完工。工钱啊1000块，多少钱？1000。1000块啊？克里木，你怎么了？就说穆萨哥，我们这次赶过来还以为每个人都能挣上4-5万块钱呢，怎么跟电话里说的不大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啊？一天1000块你还嫌少啊？这1000块钱还不够我们来回的路费呢，早知道这么少我们就不来了。是稍微的少了一点啊。我跟你们说呀，就这个价，你们干还是不干吧？那大哥，这要不这样，穆萨哥，您手上的活多，能不能给我们换一个挣钱多的活啊？嗨，只要能换的话我早就给你们换了。就这个活，你们要是不想干，我就赶紧找别人了。穆萨哥，你克里木，克里木哥，这钱少就少点呗，不就是多了点汗吗？就答应了吧。要不这样吧，最后我再说个一口价。好，你说，给我们再加500块。那我也一口价，说吧，总共1300。这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大哥，不少，真的不少。克里木，确实是不少了。大哥，好了好了，这里我最年轻，我多干点啊。给我，框着吧。像个男人一样使劲干，使劲干。
工程建设者于洪仁和吴东英，你赶紧干呢，你一会儿天就亮了，干不完了。我和赛里木从白天干到晚上啊，那等到分工钱的时候，你一分也不少拿吧？这活谁找的？一点行规都不懂，你就是个土老帽。现在是信息时代，信息就是钱。你不就找了个1300块钱的活吗？要是你找个10万块钱的活，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你，难道我是铺着大红地毯把你给请过来的吗？你是死皮赖脸的非要缠着我们两个，这活你想干就干，不干滚蛋。赛德莫，哎，你听听他说什么呢啊？他说的是人话吗？哎，大哥，你就少说点吧，咱们还是快点干，要不天亮之前干不完了。赛德莫，这原则问题你别老糊里糊涂的。你少废话，别像个娘们一样叨叨个没完。不劳而获的人享受天伦之乐，付出血汗的人却在一直挨饿。农民辛勤劳作所获得的果实却被屠刀者无情的掠夺。却比土豆是无情的毒。你糟蹋谁呢？谁是偷盗者呀？我没糟蹋谁，就是一首老歌，我想唱就唱了。阿里木，你可别把我惹急了。克里木哥，有没有水啊？我嗓子都冒烟了。你要喝的话，有呢。我也想喝，一边去。我要是领导，算绝不会这么对待农民兄弟的。我走。干啥呢？磨蹭什么呀？赶紧干活啊！阿林木哥在拔十字镐的时候，把腰给闪了。哎呀，躲开躲开躲开！一点都不让人省心，真是两个笨蛋，还得让领导亲自上阵。啊，你来。大哥，您这个，我来帮你。躲开点，站远点。等等。大哥，来。1万块，我真不敢相信呢。你们要是听我的话，天天都会碰到这样的好事的。克里莫，这钱怎么跟现在的不一样啊？不会是假的吧？这可能吗？啊，谁会把假钱埋在地底下？天底下哪还有这样的傻瓜呀？就是啊，这种钱呢，我没见过，肯定是老版人民币。过去的一点点钱就等于现在的好多钱，明天咱们去银行，说不定能吃20-30万呢。明天就去银行。这样的话，我把这么多的钱往古丽仙妈妈面前一放，她就会同意我们的婚事。那个克里莫，这事儿给不给穆萨说？我说你傻呀你！
跟他说了，这钱全部都给他拿走了。对，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最好咱们几个把这钱给分了。把钱分了？当然。那钱的主人找来怎么办？我说你傻呀你，这天底下谁会把钱养起来等着下崽儿，不把钱拿出来用的？说的对，大哥，我们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这些钱就是我们的。哎，行了兄弟，别摸来摸去的，就跟没见过钱似的。大哥，那就赶紧分钱吧。这恐怕不行吧？为什么？这钱你要是不要的话就算了，我俩分了。好，哎，这一次你们俩能不能听听我的呀？这么做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啊？至少我们应该搞清楚这笔钱确实没主之后再分也不迟啊。你想啊，万一哪天警察找上门了咋办呢？啊，咱们那个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呀。奥里木哥说的对，最好还是不要分的好。哎，你们两个这胆小如鼠的家伙呀，就你们两个这德行一辈子都发不了财。你们两个出去家。为什么？我要把钱藏起来。钱是我们一起找到的，要藏也得一起藏啊。嗯，老婆也要一起娶吗？啊，蔡林墨啊，你没意见吧？娶老婆吗？我是说藏钱。听你的。行了吧，二比一。阿里木哥，咱们出去吧。哎，你们哥着什么急呀？别跟个贼似的偷看，我信不过他，今晚非把他捆起来不可。哎，别着急，进来吧。我家说亲，因为那家条件挺好的，我妈妈肯定会同意。咱俩的事好像没希望了。赛里木呢？不知道。他的包也不见了。什么包？昨晚上我把钱藏到他的包里了。为什么把钱藏到他的包里？因为他可靠吗？难道我不可靠吗？少废话，赶紧找人。快给我松开。你到那边找，我去那边。快点。找到吗？没有，哪儿都没有。这家伙，我那么信任他，连个招呼都不打。可怎么，他不会把钱全跑了吧？很难说。快去打电话。哦。算了，他关机了，打不通啊。打不通？那还站着干嘛？赶紧去找人呢！快去找啊！客运站去看看。那等一等啊！穿着大裤衩怎么出去啊？赶紧回去换衣服，快点，快点！
还要箱子干什么呀？快点扔了！哎，到我手里什么好啊？舍不得，别墨迹了，快点，快走！哎，克里木，克里木，哎呀！磨蹭啥呢？磨磨唧唧的，腰疼的厉害。不让你拿箱子吧？你非要拿，你活该！快点，你快一点，快走啊！快点，后面好像有跟踪，怎么着？别往后看，往前走，别回头。干什么呢？哎，对不起，兄弟，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哥们儿，对不起啊，没关系，对不起啊。哎呦，又没事。等一下。哎，腰好了，哎，哎，不是他。云航，克里木哥，快走！怎么？阿里木哥，怎么了？啊？阿里木哥，到底怎么了？你盗窃我的公款潜逃，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公款？我没拿钱呢，阿里木哥，我真的没拿钱。克里木他把钱藏到你的包里了啊？钱是放在我的包里边了，可我早晨走的时候又放回他的箱子里了。那你都放到箱子里了，你跑什么跑啊？昨天晚上古立贤发微信说提亲的人明天到他们家，我就急着要赶回村里去，我得阻止他妈妈包办婚姻呢。还走不走啊？哎，你等一下，咱们两个好像冤枉赛里木了，他把钱早就放你箱子里了，他没有偷钱啊？对啊，大哥你看嘛，我没撒谎。你何苦呢？早说呀，兄弟，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们说呀，有困难咱们兄弟一起分担。拎上东西快走，快。老板，我回来了，有什么发现吗？没发现什么，他们三个坐库车的班车走了。放心吧，兄弟，咱们要钱有钱，要口才有口才，古立仙他妈就算是昆仑山上的冰川，我们也能让他融化。哎，阿纳克兹大婶，您是知道的，咱们的赛里木啊，那真是一个很实在、很有礼貌、人见人爱的小伙子，对吧？对，这些我都清楚，我是看着赛里木这孩子长大的。你们俩到底想说什么呀？好看吗？特别好看，就跟仙女似的。就会贫嘴。钱这个东西嘛，是身外之物嘛。钱其实好挣，但是好人可难找啊。是啊。这样啊。行了，你们俩想说什么我全都明白了。哎，明白就好。哪来的钱啊？反正我没偷没抢，你就放心吧。我就知道，只要你努力肯干，就不会让我失望的。你还不知道我赛里木是什么样的人吗？嗯。哎呀，让我妈看见了。如果赛里木真像你们俩说的那么好，我没意见。哎，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要是古立仙和赛里木结婚的话，他们两个一定会过得非常的幸福的。是，为了让您更加的放心呢，我给您看看我们三个挣的一部分钱啊，以后我们会挣的更多。你看这还有，这是哪儿的钱？中国人民银行的。嗯，不会是假钱吧？嗯，怎么会呢？这哪像钱啊？绝对不假，上面都有人像呢。哦，对了，我想起来了，
咱们村里的木匠小王他爹老王去世的时候，在坟地上烧的就是这钱，我见过。不会吧？不是这样的，这个钱呢是咱们国家1953年印的，到银行就可以换过来。说的没错，这一张啊还可以换成好多张呢，相信我。对。哼，两个骗子，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拿假钱来骗我，我还真相信你们的话了，答应把女儿嫁给赛里木。哎呦，狐狸仙，狐狸仙，快回来！快点走，狐狸仙。狐狸仙，是我妈，我妈在喊我。看来他们把事情说成了。去吧，我等你。狐狸仙，赛里木，快走！阿里木哥，我在等狐狸仙呢。大哥，收成了。兄弟，别等了，他不会出来了。啊！赛里木，站住！赛里木，我明明知道你没钱。我没嫌弃你，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拿假钱来骗我妈妈，你真让我失望，赛琳，你快走吧，做你的不归梦去吧。不是，你别走啊，顾立先，听我解释。走吧，走吧，兄弟。顾立先，您说的是不是这个箱子？我看像。可林木哥，这钱怎么会是假的呢？明明是真的呀。这钱是真是假到了银行就知道了，古立仙他妈知道个啥呀，他就是个土包子。明明是真的。是真的。亲爱的，你听我说嘛，这路上把我看都没看，更别说财了。我这精彩还能干点啥呀？我爱你一万年。停车啊，挂了啊。你干啥呢？赛里木，把上衣脱下来，快过来呀！狐狸仙，你怎么关机了？你听我解释，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你千万要相信我。赛里木，过来，穿上。兄弟，别怪我啊，现在钱都在你身上了，咱们呢得有点忧患意识，所以你受点委屈，走吧。这贼脑子。哎，肯定我，你看那儿停了一辆车啊，快走，上那辆车。快点，快点。哎，你们等我会儿，我腿短。快点！哎，这边，死家伙就急性子，你看。大哥，咱们运气真好，真挺巧啊，碰上好司机了，上来就开车了。啊！哎，别开玩笑了啊！哎，快停车！别开玩笑了，停车！跑快点！你们抢我的车，我报警了。那人是不是想搭车呀？这人怎么回事？看他挺着急的，跟司机说一下，把他带上算了，让他上。跑快点！司机大哥，大哥啊，
这里没有司机。什么啊？没司机？没司机？啊，我看看，我看看，大哥怎么办呢？我确认真没有。啊，下下下，这速度哪上得去？怎么办？这下不去了，这。大哥，你快想个办法呀，大哥。赛里木，赶紧钻进去，把车停住。不行啊，大哥，我还没娶媳妇儿。这怎么办呀？那你怎么不去啊？你想让我多子绝孙呢？大哥，前面有车，有车开过来了。把车停下！哎，车上有麻绳，把麻绳扔下来。那个人会不会就是司机啊？麻绳扔下来！什么？麻绳！他好像在说什么？麻绳！麻绳！这有麻绳！他说扔麻绳！给你！你怎么不抓着那头啊？他又喊什么？笨蛋！什么笨蛋？你说什么？他说扔的。抓一什么？大哥，车停了。他怎么又动了？下下车！快跑！快躲开！这是怎么回事啊？快快快快快快快！下下下！谢了。刚才我到边解绳，手刹忘拉了，没想到车跑了。哥几个要去哪儿？跟我一块走吧。我可以捎你。不用了，不用了，不麻烦你了，我们自己走。谢谢。你的车不麻烦，不麻烦。你上车吧。你的车它不在那儿的吗？哎，车！你在玩死我呀！车！哎呀，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哦。你好，我是来换钱的。对不起，先生，这张旧币已经不能用了。这个钱不是我们国家印的吗？是，是我们国家印的。不过这是我们国家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这版人民币1955年开始发行，到1964年就停止流通了。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钱跟废纸没什么区别了，是吗？虽然不能当钱花了，不过收藏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谢谢。不客气。咱们白高兴了一场，这些钱跟废纸没什么两样。你说啥？我还想等把这些钱换了，就能回村里跟古丽仙结婚了呢。哎，克里莫，咱们还是回去找穆萨吧，让他再给咱们找个价钱好一点的工作，咱也别要面子了，你说怎么样啊？要不是为了挣钱，面子要来做什么？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哎，为什么扔了呀？留下来做个纪念也好啊。给我，你的啊，过去看看。好好好，这个是你们的啊啊。好，那我们交个朋友吧。这么说吧，把这10元钱送给我，我给你们100元做答谢，怎么样？사랑을거듭낸마와그만사단투게보는가不，不是那么大话的，不能让他往自己给卖嘞。奥达姆好吃哈，哎，该不是我们奥达姆好吃去带了些，不，不是带了些啥多多，阿伯，我来不能说不了。好，这么着吧，我给你们250元。250啊？不行，300。痛快，好，300元。这个给我，等等。如果你要买的话，全都买走。还有啊？当然。不可能。你不相信啊？赛里莫，告诉他总共有多少张？总共1000张。听见了吗？总共有1000张呢。开玩笑。哎，诸位，我还有很多生意要做啊。这个就已经很好了。哎呀，我说你不相信是不是？这都是钱呢。你不相信的话，我给你看一看。嗯。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都是钱，这个一模一样的有十个呢。嗯，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信了吧，这都是钱。天哪！别乱摸，你瞎摸什么呀？我现在带你们去住这里最好的五星级酒店。你们可是我的财神爷呀、啊！你们啊，在那边等着我，我去给你们办手续啊。去吧。喂，哎，我的宝贝儿，哎，我的心肝儿，哎，你一定要按时吃饭，你千万别饿瘦了。亲爱的，这丫头想你吗？哎呀，我说亲爱的，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什么了吗？哦，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还有那波浪式的金发，他那丰满诱人的身材，他那迷人不要弹性的大腿。天哪，他就像一个迷人的天使。死胖子，你谁在一起呢、啊、你还真找了一个小三啊？不是，老婆你听我说，我早就知道你心里有鬼了。老婆你怎么了？我说错什么话了吗？我都跟你没法过了。哎，我走了走了，快，我还没打完呢，我跟我老婆讲狮子呢。你干什么呀你？大家请跟我来，我带你们看一看今天要住的最好的房间，总统套房。总统套房，他说总统套房。这个呀、啊、这就是总统睡的床。我睡这正合适啊。这里应该是领导睡才对吧？那我睡哪儿啊？舒服吧？舒服。豪华吧？豪华豪华。好，跟我来。这间啊，这个是总统的，哦，总统的副总统住的房间。哎呦，这回该我这副领导睡了。哎呦，还有一套房间，我的、不不不，我会自己安排的。好，那好，我到楼下呢，去跟服务台关照一下，让他们按照招待总统的规格招待你们，你们就尽情享受吧。好。谢谢。哦，我会很快来找你们的。好的，没问题。再见。回头见。大哥，您看我睡哪？你就睡这儿吧。嗯？他睡这儿，那我睡哪儿啊？你呀、啊，到外面放哨去。就是跟不上城里人了。你看啊，这原来咱们喝菜汤的时候呢，这城里人呢吃的是鱼和肉，现在咱们生活好了，终于能吃上肉了，这城里人呢反倒去吃野菜了。你说这都是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可不是嘛。哎，阿里木哥，这抓饭还有我们的份吗？汪老板这么痛快把钱都给付了，吃少了那不就吃亏了吗？我刚才看了所有的饭菜，就这两样最实惠，所以我把剩下的都给盛来了。哎哎哎，阿里木哥，你往那看。那可写着啊，杜绝浪费，每位剩余100克，罚款10元。哎，阿里木，这钱你都得吃了啊，要不然一会儿你被罚款的时候，我们可不给你垫钱。哎，什么餐厅啊这是？吃剩了还要罚款，我是真舍不得吐啊。看你跟怀了双胞胎似的。我可真能吐出来。你好，哪位？喂喂，我是穆萨。克里木，你怎么回事啊？你们活都没干完跑哪儿去了？我现在很忙，我暂时回不去了。克里木，喂，阿里木，克里木，塞里木，对，阿克塞里木。好好好，三位里木都到了啊，咱们坐下来啊，好好聊聊我们初步的买卖计划。
我看你们手里的这些旧币啊，有1000张吧，我准备用6倍的价格，也就是60000块钱，把你们手里的旧币呢通通买下来，怎么样？太少了，刚才那张您是用300块钱买的，其他的还得是这个价。嗯，有句话，物以稀为贵，这个东西越少它的价值越高，你像你们手里有这么多旧币呀，不值钱了。我说汪老板，您的车那么豪华，您身边的姑娘那么的漂亮，怎么一谈起生意您就像个穷人一样吗？幽默，你很幽默。好好好，我再加30000块钱，90000块钱。王老板，您应该知道这笔钱在地下埋了60年了，60年的价值您心里很明白。好，我吐最后一口血，15万。 OK 不 OK？ 我认为这些钱至少是30万。哎呦，好，30万就30万，30万我们成交。好，等等，我还有点要求。第一，这个呢是1000块钱，是你们的定金，不过呢得给我签个1000元的收据。好。第二呢，我要拿这张旧币去做鉴定，鉴定出来结果如果是真的我们成交。好，如果是假的呢？那当然跟你们没有关系了，要把那1000块钱定金还给我。好，没问题。那咱们就签咱们的买卖意向书吧。请。对，在那儿签。等一下，你们都跟我到里屋来，我有话跟你们说。这又怎么了？没事。我，王老板啊，您坐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好，一会儿就回来。大哥，这些钱不都是旧的吗？它怎么那么值钱呢？30万呐，兄弟，这可是30万呐！三十万！喂，我们现在已经有30万了！我们发财了，兄弟！顾立新，我给他打个电话。等等，领导的电话是随便打的吗？遵命，兄弟，这30万，我们每个人都能分10万块。真的吗？当然了。阿林莫，我要把你吃我的鸡钱给扣下来。对，应该扣下来。反正我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绝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还这么开心。比方说，我们三个人在河里挖到了一块玉石，这玉石该归谁呢？没错，这些钱也是我们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你说，这钱归谁呢？这个意向书啊，我是绝对不会签字的。哎，你爱签不签，这是你的事儿。三林木，咱俩签这意向书就行了，好吧？走。商量好了，好了，商量好了，好，可以签字了吧？可以，请。谢谢。等等，这份意向书你们三个人必须一起签字，那个李牧呢？
我们俩代表阿里木啊。不行不行不行，你们代表不了我，你们在这里尽情的享受吧，我要回家了。阿里木，哎，阿里木哥，哎，阿里木，阿里木哥，阿里木哥，你等等啊，这又出什么事儿了？你别冲动啊，阿里木哥，你听我说一句，你不能这么走，你走了之后我们怎么办呢？阿里木哥，有什么事咱们好商量呀。这件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你们两个别挡着我回家。哎哎哎，阿里木哥，阿里木，你不能这么走。阿里木，听我说一句好吧，咱们挖到了这些钱，正准备当废纸扔的时候，恰恰碰上了汪老板，这些钱变得有价值了，这有什么错呀？要是钱的主人在的话，我们就把钱还给他，要是没有主人的话，我们就自己用呗，这是好事儿啊。就是，阿里木哥，要是我有了这十万块钱，我就可以拿这些钱和古丽仙结婚了呀，这是我一辈子的心愿。大哥，你不希望我就这么打一辈子光棍吧？阿里木，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机会，要是失去了这个机会的话，会后悔一辈子的。就是，那好吧，我有个条件啊，这个意向书呢，我可以签，但在这钱的主人出现之前，这些钱必须由我来保管。这衣服我好不容易才穿上的，好，否则的话，我就把这些钱给上交了。啊，行行行，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好，好，好，祝我们买卖成功。好，哦，记住了，从现在起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商业秘密啊，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我们走吧。阿里木哥，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给你的特别意思。你想，这几天兜里也得有个零花钱是吧？你这人真了不起，一看你就是个干大事的。你也气度不凡，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像农民。你我这生意要做成功了，你也是大老板了。这个钱的事儿，您千万别跟他们两个说，他们心眼小，爱闹事儿。放心好了，你们三个李牧啊，我看出来了，这里面你是老大，大李牧，我就信你了。您放心，有我在，没问题。OK。行走江湖，像你这样有英雄气概的人呢，绝无仅有。享有更好的润养，就从发根开始。欧莱雅精油润养系列，摩洛哥精油润养发根，治发梢，柔润亮泽。现在针对扁塌发丝，特有全新精油润养丰盈洗发露，只需21元。中国电信天翼4G 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神秘新能登陆肯德基，下载玩出 APP。和 XO 一起指尖共舞，还能玩转三大新能。天亮了，醒醒，起来吧！肯德基 XO 新能套餐，超能玩出位。索取和回报是成正比的，有付出才有所得。地球呢，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维持环境生态健康，促进资源循环再生。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哈哈，让你看看神奇的电视吧！电视，说话就可以控制了。哎呀，智能电视，当然联想。我不会乱鸣笛，不会在开车时使用手机。我不会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更不会酒驾和醉驾。我的家人在家等我，我会平安回家。人到中年，正是黄金年龄，怎能让血管少了活力？善存，探寻血管活力的秘密，全新推出配优牌辅助降血脂软胶囊。血管软黄金，
辅助降血脂，养护血管，血管添活力，活出年轻。善存配优牌辅助降血脂软胶囊。在你眼中，我们更懂运动。其实看不见的运动每天都在进行。来瓶胃动力，给你的肠胃做做操，均摇胃动力。没有健康骨骼，怎能撑起孩子未来？35岁后骨量流失加快，钙奇牌有效延缓骨量流失，高浓度钙配合维生素 D3， 骨骼健康，撑起孩子未来，给生活加股劲儿。你知道我现在做期货，最近的棉花价格啊飙升，我想补点仓，500个怎么样？放心好了，别说一个月，就十几天，几天之后我就可以还上你这笔钱。老唐，老唐，你，大哥，你快点，这里的服务项目好像有桑拿，我们一起去小声一下吧。大哥，快点，服务员马上就要上来了。哎呀，来了来了，提裤子呢。哎，大哥，你磨蹭什么呢？你快点，就等你了。哈，怎么了你们？你们成了动物园里的金钱豹了？大哥，你也赶紧换上吧。钱呢？钱都放在保险柜里了。啊？嗯。喂，谁呀？林总，怎么样？成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到哪儿见？啊，请。啊，几位贵宾，请在那边。欢迎光临。大哥，看那，请。他们是人还是猴啊？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皇家黑珍珠理疗中心？对啊。呀，这不就是黑泥巴吗？对啊，这种黑泥巴我们家乡到处都是，我们何苦到这儿来和泥巴呢？它里边有几十种高原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可以起到润肤的作用。请几位贵宾尽情的享受吧。好，谢谢，谢谢你啊，大哥。我们真要下这个泥池子？城里人聪明的跟猴似的，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们才不会干呢。咱们也下去，好好的享受享受，这泥巴肯定对身体有好处。走吧。是。哎呀，这地儿不错，我老来啊，今儿你也试试。咱们就这儿了。你看我游泳的。哎呀，哎，我说王总啊，你接我的奔驰车时间也不短了，什么时候还给我呀？再接我两天吧，我还没办完事儿呢。这不是客人吗？那不是王老板，他怎么不理我？这些旧钱的价，你们等着，我去打招呼。哎，好。1953年贬值10元的人民币，你知道能喊出多少钱来吗？我也了解了行情了，一口价，5000万。5000万成交。你得给我立个字据。连我都不放心了。要是你违约了呢？凯林莫，别说话，还得赔我损失费，凯林莫是吧？你别说话，我没说话。你小心啊，别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你把嘴给我闭上，行不行？我没说话呀，凯林莫。我闭嘴。我说去。不，
你说的这不行。凯林木，你别，凯林木，停了，停了，凯林木，你让我，凯林木，凯林木，我有点于心不忍呐、干什么事儿啊？这心呐、就得狠着点。快点走。霍有把握。我跟你说实话吧，仨农民他们啥都不懂，从地底下把钱挖出来，他们什么都不懂。哎呦，老天有眼的，让我给遇上了。克里莫，咋办？咋办啊？现在咋办呢？克里莫，现在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让你不听我的劝，那咋办啊？收拾东西，快走吧！好。喂，啊，谁呀、三哥，喂，克里木，我问你个事儿啊。又怎么了？三哥在工地上，是不是找到了一个铁箱子？对对，怎么了？啊，箱子里面是不是装着金条？哪有什么金条啊，只有一些旧纸币。纸币？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全说出去了？哎呀，你怎么老问个没完呢？里面什么也没有，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喂，喂，克里木，喂，咋办呢？孟萨也开始找我们了。那天跟踪我们的那个小伙子肯定是穆萨安排的，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可是我和汪老板已经签订协议了，万一他要把我们告到法院，那可怎么办？我说汪老板占了我们的便宜，我们不去告他就已经算便宜他了。最好是把钱交出去，我们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大哥，我为什么要把我人当什么钱？你交出去。是没人说的话，我们已经知道了，把钱赶紧离开这儿。哪有啊？喂，谁呀、汪先生吗？我是淮雅酒店的工作人员，请您赶快把总统套房的房费结了。什么？我的客人还住着呢。客人已经走了。啊？您给我们压了一张空头支票，请您马上来酒店解决问题，不然我们就要报警了。别，我现在马上就过去。等一下，怎么了？这里是通往县城的路，穆萨很有可能来找我们。这是我们刚来的方向，往这边走的话，往这边走的话就到你丈母娘家了。对啊，现在我老婆孩子都在那儿。这时候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你丈母娘他们家了。我说，我把老婆都气跑了三个月了，我现在去我丈母娘家里，不就等于低头向我老婆认罪了吗？也是，天就要黑了，我们还能去哪儿啊？啊，对了，借此机会，我们也可以帮你和你老婆破镜重圆嘛。哎，这样也挺好的、你就答应了吧。就这样吧，破个镜，重个圆，顺便给我老婆创造一个给我赔礼道歉的好机会。可不是嘛，再说我们跑来跑去的，都饿了一天了。是啊，我真的感觉我自己饿瘦了。瘦了？你们两个都饿瘪了，都快饿成照片了是吧？走开。走啊，阿里木哥。行行行行。哎，师傅，师傅停下车，停下停下。师傅停下。哎，师傅停下。停下。谢谢谢谢。来了，谁啊？我是阿里木，赛里木也在，请打开门。哦，孩子们，别客气，喝点茶。看你们这个样子，吃了不少的苦吧？别见外，把这儿当自个儿的家啊！闺女，饭好了没有啊？哎。
啊，闺女，哎，再下三碗面。快吃吧，啊。那个我给你拨点了。妈妈，是不是爸爸来了？客厅呢？哦，宝贝儿，想我了吗，宝贝儿？啊，想我了吗，孩子？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爸爸，我可想你了。我也想你了，好孩子。你不走了是吧？我每天晚上都梦到你，你不许再走了，好不好，爸爸？赛里木，明天古丽仙和一个叫卡达尔的在科克亚乡举行婚礼，你小子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啊，你好。哦，你好，穆萨大哥。快进来，我是来找克里木的。快进来吧。谢谢。阿里木，阿里木，快起来。怎么了啊？赛里木呢？他是昨天晚上来的。哦，他还没起呢。没有，还在睡呢。克里木，哎，人呢？啊，昨晚上还在。我们一定要找到萨利木，把钱追回来，不然可就闯大祸了。赶紧打电话啊！好。克里木，我手机没电了。你真是的，确实没电了。你看，他去科克雅乡参加古丽仙的婚礼了。走，咱找他去。路不走，你非走这条破路，难道你想穆萨发现你吗？你好，克里木。克里木，哎呀，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呢？喂，克里木，喂，克里木，谁打来的？就是那个汪老板，他会不会找到我们呀？可能吗？
母亲，你怎么来了？原来不是你结婚呀、啊？难道你真的希望我嫁给别人？新娘的名字和我一样，也叫古丽仙。那些钱绝对不是假的，你想都不敢想，一张十块钱的旧币居然能卖到上万倍的价钱。只要把这些旧钱卖了，我就会变成百万富翁了。你说等到了我有那么多钱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是我赛里木办不到的呢？你妈妈还有什么理由反对我娶你？钱固然很重要，我也希望将来能有很多的钱，能过上好日子。不过我需要的是一个正派、诚实、勤劳、上进的赛里木。你说的我都明白。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想一夜暴富吗？那是不可能的。你只有走正道，我才能说服我妈妈。这些钱不是我偷的，也不是我抢的，是我们亲手挖出来的，怎么就不是正道来的呢？我觉得你没走正道。古丽仙，这些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你给乡亲们做了多大的善事，老天爷会赐给你这么丰厚的礼物？我到底要怎么说你才肯相信我呀？啊，难道我在你眼里是小偷，是强盗？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当你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真的很让我感动。还以为你回心转意了，没想到你和过去一样。我现在才明白，我们不是同路人。够了，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吧。顾立新，把手放开，我再也不想看到你。赛雷木，你是不长记性啊，还是想独吞这些钱呢？啊！克里木哥，克里木哥，我要是想独吞了这笔钱的话，那我还给你发什么短信呢？你说？那你带钱跑啥呢？我那不是急着见古丽仙吗？大哥，阿里木哥他睡得叫都叫不醒，你又和你女儿睡在一起，我当时着急忙慌的，也就没想那么多。我真想揍你！哎呀，你们俩就不要再争了。我是受不了这份活罪了，啊，还是把钱交了吧，啊，回去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好吗？你去哪儿还能去哪儿啊？村里咱们是回不去了，难道说要去城里啊？你说那个穆萨还有那个汪老板能放过我们吗？那咱们去哪儿啊？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要走你们走吧，去哪儿都是倒霉，让他们抓我吧，我反正是累了。我说赛里木，你是想出卖我们呀？啊，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你改变了我对你纯洁的看法。你看什么看呢？把衣服脱了。脱了，你过来，一边去，把这个穿上。真系不上，你这腐败的肚子，赶紧脱了。合适，嗯，走吧。来了，想吃点什么呀？来三份肉汤。大哥，哎，咱们下面要去哪儿啊？吃完饭，打车去乌鲁木齐，把那些旧钱卖了。运气好的话，咱们也能卖个5000万呢。哎，伙计，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老板？车胎瘪了，给我看看是不是被扎了。哎，多少钱，老板？66。剩下的钱买水，我们路上喝。哎，好。克里莫，嗯，你怎么突然变得有钱了？又不是你掏的饭钱，闭嘴。大哥，汪老板跟上来了。谁？汪老板。快点救啊！哎，好，马上。哎，怎么办呢？赶快离开这儿。他进来了。哟，我的天哪，他怎么会追到这儿来呀、啊？闭嘴吧你。喂，林总，我没闲着，我都追了一天了，你放心好了，我绝对能把那旧币追回来、啊、你给的那2000万啊，我这不是补仓了吗？林总，哎，你再宽限我几天。我宽限你，别人宽限我吗？要是非逼着我跳楼的话，你陪我一起跳，明白吗？买水来了，来了，赶紧离开这儿，快跑，越快越好。这边胡杨林就是沙漠公路了。喂，克里莫，我跟你说，咱们是签过合同的。是王老板啊！我11000元的定金我都给你了。你不要胡说，我们只收了1000块钱的定金。Baby， 你就是那 Baby 的人。我背着他们俩把钱亲自交到你手上，对不对？克里布，你就是个骗子，你们三个里边都是骗子。你才是骗子呢，面值10块钱的一张可以卖好几万呢，骗子就是你。你给我出来，克里莫！我问你，你刚才付的那个饭钱是从哪儿来的？啊？这还需要跟你解释啊？我那么信任你，没想到你居然欺骗我们！你敢污蔑我？啊？
你就是个毛驴子，你知道吗？你说谁是毛驴子啊？你才是毛驴子，你是毛驴子，你就是，你是毛驴子。哎，大哥，你就是个毛驴子，你就是，你们两个都不是毛驴子。看到了吗？毛驴子就像他那样四条腿走。哎，干啥？干啥？我必须要说了，我比你大三个月，你说一点面子不给我留，你还吸在我头上拉屎撒尿胡作非为，你知道吗？你对我的伤害已经到了我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你就是一个虐待狂。我虐待你了吗？我虐待他了吗？没有。你看二比一，没有吧？你看你又在虐待我，你就是个肉头，你把我惹急了。你敢骂我是肉头，我打死你！看他那熊样，我直接踹他一脚。你快起来！干什么你？死肉头！站住！你站住！你站住！别打人哪里不够？拿着棍子我也不怕你。他拦住他，三里木，他拦住他。哪里不够？你给我让开！站住！不够！你给我站住！三里木。你知道吗？他背着我们从汪老板那儿收了10000块钱的定金啊，而且他自己把他都给独吞了。那怎么可能呢？克里莫哥不是这样的人。不可能。你要是不信的话，那你就问他好了，你看他怎么说。我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啊？我作为领导有权利支配他，不是吗？再说领导也是为了你们着想，那也得尊重我们这些群众吧。好好好，就算我错了，好吧，算我没有走群众路线，除了花掉的全都在这儿了，你们谁想管，拿去吧。格里木哥，大哥你别生气了。我现在倒成了贪污犯了啊！我是为了让你挣钱成个家，为了让他挣钱发个财，我想尽了办法，吃尽了苦头。现在让这肉头去管吧。你有把握是肉头，你就是肉头，你就是大肉头。你冷静点，二哥。你看我说的吗？你就是肉头。别吵了，都给你吧，拿去吧。不行，大哥。下车吧，快跑！救命！救命！艾尔肯，你赶紧去克里木家周围的几个乡村去找找他们，现在就去。好的好的，我马上去找。保管吧，我冤枉你了，阿里木。
啊，你好。您好。啊，我找古立仙。古立仙，有人找你。啊，你好。你好，你是古立仙吗？是我，有事吗？是这样，我来是想问问你，最近有没有见过柯里木他们三个？前几天在婚礼上见过。啊，他们是不是带了很多的钱？是带了很多，但全是不能用的旧钱。啊，是这样啊。嗯。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婚礼之后就没有再见到过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啊、哦。穆萨和王老板一直给我打电话，我都没敢接，看来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了。我们一定要找到沙漠公路。是一条公路，还有车过呢。大哥，那是海市蜃楼。大哥，大哥，你别这样，你再坚持坚持，我们一定能走出去的。格林木哥，起来吧。我们三个这次是走不出去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要是我们三个能从这里走出去就好了。那个汪老板还有穆萨哥不是一直在找我们吗？我们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拿钱，不就可以得救了吗？这里还是没有信号，说不定咱们要死在这儿。大哥，要不我爬到山包上试试，也许在那儿会有信号呢。啊，等一等，如果没有电了，就用我这个。好。真是没想到咱们落到这个地步，都是那些破钱给害的。那些钱没错，是咱们三个就想着一夜暴富才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后悔也来不及了。
当初咱们要是把钱交出去就好了，那时候你就是不听我的劝呢、啊、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千万不能死啊，李牧！三里木也不会同意的，我更是不会。答应，你就这样离开我们，阿里木，阿里木，我见不到我老婆。我们两个还要一起参加农运会的斗鸡比赛。你醒了就好了。
萨利姆，塔里木县的三位农民阿里木、克里木和赛里木，在尼雅市某拆迁工地挖出了1953年版10000年旧币。现在他们把这些旧币交给了国家，同时也为年过八旬的张宝善老人洗刷了因当年遭遇洪水灾害、丢失单位购买原料公款而蒙受了一生的冤屈。一张10元旧币换3万，2张10元旧币换6万，10张就是30万，1万张就是3。我发财了！这次进城挣钱，一定把欠王老板的给还了。哎，好，好。我说阿里木啊，这次出门你老婆对你还放心吗？放心，就我这身材我还能干什么呀？哎，赛里木，你和古丽仙的婚事什么时候办啊？等拿到政府安居房的钥匙我马上就办。克里木，你老婆现在对你好吗？当然好了，我现在啊又开始相信爱情喽。这么多年他老是把我当孩子，怕我出错。家人的关注，欧姆龙的专注。过来帮我看看，有他就 OK 了。没你怎么能 OK 呢？欧姆龙电子血压计。高中同学，头发好脏。全新舒蕾奢养精油修护洗发露，快速吸收科技，营养不被冲走，强韧滋养，从发根直到发梢。舒蕾奢养精油烁金焗油洗发露，舒蕾。人说钱是富人的枷锁，人说有钱才有幸福，可他幸福。人说有钱真就行，可他行。钱能改变贫穷的生活，钱能酿出灿烂的复活。有人种下不劳而获，不义之财是不是祸，却也能带来无穷的烦恼。他是戏骨。